洗完妆了，嗯，面膜做了吗？护肤用了？公司的新产品好不好用？顾总，您是想给我推荐花颜的新产品吗？你想用哪个系列？我让司徒明天全都给送过来。顾西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我说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顾总，自从住进你家，我天天就睡那张沙发，睡得我腰酸背疼、腿抽筋的，就差天天贴千痛筋骨贴了。今天你能不能行行好，让我睡这张大床，可不可以嘛？嗯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想睡床是吧？那这样，咱们猜拳，谁赢，谁睡床。肯定能赢你。先说好，三局两胜，不准耍赖。恐怕耍赖的人是你吧？石头剪刀布，你出马了，出来！石头剪刀布，三局两胜，再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啊！包住了，包住了。最后一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，啊！赢了，赢了，属于我了。原来只会出布。这个小傻瓜，顾西城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呢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一些过去的事情。能和我分享吗？有时候我也很怀念过去的时光，很简单但却很快乐的日子，和安安做直播、跑代言和公司自荐，虽然很辛苦，但却很快乐。那你现在不快乐吗？就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好复杂呀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想要的东西，他不给你；你不想要的，他就回来了。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和你的偶数皮有关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告诉我，也许我能帮你呢。
以后吧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你答应我了，会告诉我的。我会陪你的。 你听见没有？啥都没听见呀！咱们家西城，该不会又被踢出来了吧？怎么会呀？昨天晚上我还听他们俩花拳在打小呢。呀，估计啊，西城又输给西西了。哎，你那样听不着。对，用他听的清楚点儿。哦，去。 哎呦！我灶上的粥好像开了。我也要一碗。我去盛。奶奶。我的重孙子，就指望你了。西城，加油啊！好。